这盘棋呢，红方帅、车、马，还有一条车。首先进车一将，马将、车将，借助帅的力量，只有上将带一将下不去，只有马踹掉，老将进不来，中路有帅。这时候跳马站住老将的位置一将，这个时候如果电炮的话。一将形成杀棋，定车吃车一将，再点炮的话，炮走不动，垫不起来这边马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不用炮编马腿，用士编马腿的话，依然进车一将，点炮吃炮垫车吃车，形成了杀棋。